有可能总是做错错加。不用担心，等下各位都要上来。每个人都要上来讲，是不好意思，不是已经讲过了，还要出来。不过我觉得其实真的威利炮三周年很有成。那我们知道现在是素人时代，对不对？科者素人政客就会选上。那我想其实真的刚刚因为跟那个慧仁兄在讨论，就说真的弹性点兵多多益善，要培养多一点的一些素人的，很多素人好，公民记者也好，因为我们这个会破很多的内容，全都不是记者自己来去做的调查报道。其实我相信这会提供未来很多好的内容。那我们真的是提供会破是一个平台，那我们没有办法多训练更多供给量、供给的这些记者来做调查报道，不一定是传统的说专业的记者。我想这波应该会对未来的会破会帮助很大，所以我相信经过三年来，站稳这个脚跟，未来一定会更好。谢谢。